英雄联盟呀。忘点印象了，哎呀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这把对面有个王八。我将是你最可怕的噩梦。嗯，忘带印象了。全军出击！可以看魅鬼，好像有，好像有别的。一会儿再说吧。是暴击。让我摸一下呀，是暴击也该爆了吧，到现在一下没爆呢啊。是暴击，好的一刀，谢谢用户557。我操，后撤步。是暴击。谁？杭州。不重要。我就是指了。我没接着，肯定他就是晃一下就撂了。不是什么证券，就是什么游戏。你不同的号码，我接他干啥呀？哎，不用想，没事。不干这玩吧，我操，归死吧，归死吧，归死吧。我估计这龟可能还得来啊！较劲儿，血暴击，你看着没？这踢的不准呢、啊。较劲儿，血暴击，这龟还没完了呢，这龟老鳖。
给我杀他！停！你怎么不早点踢呢？你咋不踢呢？你扛塔呀！满血不扛塔，等我扛。那行，谁扛谁吃人头呗，可以，可以，没关系。血暴击，教军，暴击，给我瞪回去。这不开了吗？随刃而行。秦王要度，哎，血暴击一刀，哎呀，这剑魔太猥琐了，不好杀呀。回家了。来个绿豆糕。亚索加露露。小驴人愿配置。维克多先出翠绿屏障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维克多接下来应该不会再死了。还行，他知道他打不过，他开始出抗性了。这个剑魔呀，是真难杀。实在不行，我越个塔。我疾跑一开，暴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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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血！我忍不了了，我忍不住了。赶紧把那塔给他推了。王八不会去的，那王八首先也得过来赶赶我呀。我的了吧，哼，给我了吧。血暴击，暴击，暴击，闪现暴击。
建模挂机了。叫这血暴击暴击，一个小驴人而已，很细节。小驴人回家直接买一手炉灯烫了我一下子。要不要试试惹恼我，看看有什么后果。暴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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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劲，这是干哈呢？来呀、啊、过来呀、啊、一放一呀、啊、你不放一我这咋杀呀？对呀，旁边有个王八挺烦人的。我不打你了，你自己玩吧。哎，我靠，我怎么死的呀？惩戒，我深寒惩戒。他们家掉一个，我们家掉一个，很公平，好吧，很公平。跟我过来干啥来了？你回中吧。这一脚还是可以的啊。全剩一身血，我很难受啊。我可上高地了。这将会是场屠杀。知道为什么刚才一个炫炫不死，这回一个炫能炫死了吗？肯定有人不知道。我就要硬拆。狂风之力，我疾跑一开，王八想追王八，来龟龟哟。打死他。哎呀呀呀呀！哎，
龟龟生气了。我已经要你很多了，这你都没追上我，那就不能怪我没人管，我可要上下路的高地了。对呀，你们不守家吗？家里头都这样式的，还出去打架呢？对了，刚才我说一个炫炫不死后排兵，但是又能炫死后排兵了，知道是什么的原因不？坚毅不倒，知道吗？老婆，别碰我，别碰我，非得碰我是吧？碰我，碰我是吧？啊，非得碰我，我让你展示展示我男人的雄风了。啊，补扣的、啊。再出点啥呢？出个青云，不得来一个水银去。我决定来一把银血剑看看。Q 的被动直接加面板，对，还有 Q 的被动。啊，坚毅不倒是对英雄多造成啊。不对呀、啊，我奥拉夫谁？怒雪琪。他为啥叫你哥哥呀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暴击暴击暴击炫暴击暴击！给你推的广告吧。猴哥被发现了，发现什么？不倒。刚才就应该先杀滑板鞋，我忘了那寒冰能被收走了，没想起来。主要还是没有全身贯注的门，老跟你们说话，说话我这分心呢。我就忘了他有啥技能了都。哎，这么狂吗？暴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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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炫暴击！暴击炫暴击暴击暴，还是追不上人啊，投降了。